哦，它比较快，用风力把它比较快，转弯转弯转弯，它自己转呐，撞撞撞下去，它不会了。可是我们可以拿那个美遥控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反而比那个船快耶。对啊，气垫。而且撞到还是自动的。很像那个吸尘器。来，你们的。哦，哎，我觉得它在比在地上还要好跑，对不对？地上有摩擦力。那这样 OK 啦，不用改啦，这样算成功了。然后再给它。又来了。哇，挂掉了，什么挂掉了？啊！哎，好冷！会沉哎！为什么突然间没动力了？会沉了。为什么突然间没动力？不要气垫。那不是，那个是太远了。很慢这样，干脆做一条鱼好了，它就会。哎，你们这么可以蛇形？对，蛇形。比较快。哈哈哈哈哈！收我的。哎，不错哦，干脆在水里面就改蛇形了。这很危险哎，快跳下去的感觉。这样子不就变鱼？但是他跑不见了。谁不见？他怎么了？不知道，他想要去打躲避。他可能去哪里？其实我们下一次也可以来做仿生哈，做鱼哈。这次我去台北看他们那个日本的一个玩家来，他做了很多鱼，遥控的鱼。你看这样也可以。哦，你们电池可不可以给我啦？我想试试看。反正要把电池给你，快动力。奇怪，哦，去撞它。哎，别动，等一下，我把看它还能不能动。看我撞你们的！哎呦啊！我给它沉下去。快，去转回去啊！太远了啦！啊，不会啦，这么近其实还好，就没有啦。再开一次呢？哎，它会动了。再开一次看看，不会这么近，应该不会吧？我们还在飘。耶！它可以了。啊！如果它那个齿轮。